今天我们又来好久不见的青年台的系列 ，Yes。张志荣先生，今天我们要青台什么呢？
青苔，青苔是来将来是挖，应该是挖完掉。慢慢来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这台没什么需要甩的，对啊，就是要会对一点，对对啊，其实要甩一次也是会有帮助，还不甩就是对好的，慢慢对一点，慢慢拉，都是决战都在挣钱嘛，尽量弄到挣钱，弄在挣钱，跟我去吧，好，好吧，去乔巴应该是一个他防守的关键。
打到后面会越来越强。对。好 ，OK， 然后看里面的第二是什么？来，大的，哎呦。这边啊，可以先这样。第一句金牌挑战失败，剩下三个东西，不过也不错了，好不好？我也算是运气不错。三个东西，中青蛙、小青蛙、那个罗宾啊，小的小的乔巴，越小的越会喷，越小的越太轻了，太轻，而且他后面都没得打。对，好吧。发现你们更多最新资讯，记得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下面两个帅哥评论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